我也愿意压你。嗯，原来这是什么？这是个牛舌，我拿吧。这牛舌多少多啊？先把这牛舌卤一下，卤吧少少。上次煮牛头的时候还剩了一个大牛舌，今天呢做一个烧牛舌。牛舌提前焯一下水，把这个舌苔去一下。牛舌焯一下水以后了，把它捞出来，清除一下这个舌苔。用小刀把这个舌苔慢慢的刮洗干净。舌根的地方，这个舌苔啊特别的难刮，多煮一会儿，多煮一会儿，慢慢把它清理干净。重新换水，把牛舌煮一下，放个香料盒，里边放点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，来点葱姜，加入点白酒，放点盐。开锅以后煮一个半小时，牛舌已经煮了一个半小时，可以起锅了。切点姜米、蒜米，把煮好的牛舌切成薄片，锅里来点油，把牛舌先煎一下。把牛舌煎出油脂以后了，捞出来控一下油。锅里来点底油，姜米蒜米爆香，来点面酱，烹入料酒，来点清水，烹入点生抽，然后把煎好牛舌放进去，调点盐、鸡粉、少许胡椒粉。牛舌烧五分钟以后了，淋点薄芡，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。开始，烧牛舌。嗯，牛舌。尝，我这第一回吃这玩意儿。牛舌好东西啊。嗯嗯。来的。这个牛舌再筋多，跟白的花白的好看。这夹这个菜，大概这七个，我还是弄不清楚。煎一下，嗯，好把那你。牛舌里边的油啊，水分啊都接出来了。嗯，非常劲道，微微压你。嗯，来一块儿。真软和，又香又软和。我烧的放点面酱，少放点海鲜酱，又加了点猪后酱。弄的这味儿啊，也不赖，不赖不赖。嗯，我们想牛舌这挺好吃。嗯，这也吃这牛舌塔。嗯，卤了几层啊？有九层了，九层高塔，九层牛舌腰塔，挺香。这舌头吃起来真嫩，嗯，舌头可香了。那酱也烧啊，那酱味儿吃不腻啊，都吸来了。嗯，这营养价值可高了，是吧？听说这牛舌，毫不问，吃什么补什么啊。那会儿，哥，嗯，哥，赶紧，啊，来，下边今儿牛舌烧的挺好的，挺好，我感觉也挺好，嗯，挺好吃的，听到也是是吧？不行，都是这个，他是那。